舞女演艺之星紫皮莎乐美将于12月15号上架商城了。这个海报可要比大合影好看太多了。看合影的时候本来是没有太大期待的，但是这可太可以了吧！记得上一次哇的时候还是浴袍呢。海报能够明显的看出舞女这次眼睛非常特别，中间一大块闪耀的宝石，周围镶嵌了一圈珍珠，在两颗珍珠中间还有小颗的钻石点缀，但丝毫挡不住我们舞女肥翘的睫毛、精致小巧的鼻子搭配玻璃唇。右手大臂上还盘着一条金色小蛇，衣服整体都是淡粉色带一点细闪的薄纱连衣裙，上身只有一层，所以带了金色系列装饰。看锁骨处这个，一太猜整体应该是个外套般的存在，像马甲一样穿身上的，还有很多红宝石珍珠点缀，网一大大，连胸贴的细节都有，真的是很棒呀。下摆呢是有很多层纱，这个做出来的话应该会特别的清透飘逸吧。舞鞋也是同色系的，腰间也有上身同款的腰带配饰，一太好像隐约看到了肚脐的位置，发型是和原片一样的卷发，头顶一个金色发夹，期待值完全拉满，太美了，实在是。